这次我们出山参加选徒大会，大获成功，得赶紧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。好消息当然还是得让村长来宣布。村长，你慢点，别摔着了。哎呀，我们再歇歇脚。哎呀，还歇呀？啊，你干嘛？快跟上！恒心，你力气这么大的吗？哎，慢点儿！我赢了你们，是不是我就能得到你们村锻造的最好的陀螺？做梦吧，好好排队去，明年的这个时候差不多能轮到你。我可没有耐心等，把你们村最厉害的陀螺手叫出来。华阳还没。少跟他废话，大家一起上，让他知道知道咱们铸陀村的厉害。五罗出城。有意思，那就让我领教一下你们的本事吧。嘿，呵，嘿，嘿，嘿，钢龙位，闪电式。现在看你还能怎么逃。让你见识一下陀螺盘的妙用。快去前面拦住他。好。正面不行，就侧翼进攻。好，小龙金刚把他推出去。三姨，小龙金刚，赤焰神龙，缠住他。四阵。赤焰神龙，你别太得意，上啊，苍岩雄狮！怎么会？让你见识下我的绝招。出来吧，钢龙卫！是爆杀。我遍寻天下，听说你们这里能锻造出全天下最好的陀螺，没想到也不过如此。什么？要是华阳在，他的云铁绝刃王一定能打败你。云铁绝刃王，我们回来了，快叫大家来。快快放我下来，这把老骨头啊都快被你颠散架了。村长，他来闹事。来的都是客，怎么说话呢？这位
听说你们村华阳的云铁绝刃王是最强陀螺，我要了。哼，小子有没有礼貌，知不知足老爱幼，敢打断我说话，就你这态度，别说云铁绝刃王，云铁扎碎都不会给你，恕不相送，请。哎，祝陀孙是有名无实啊，打不过就下逐客令。站住，你凭什么说我们村有名无实？五个手下败将输了，五个都输了。嗯，小子你也太狂妄了，输了就是输了，怎么还不让人说？祝陀村五打一还打不过，还不让别人说，害不害臊啊？我想对谁说就对谁说，你拦得住我吗？要么打败我，要么麻溜的把云铁绝刃王送给我，你们祝陀村的名声还能保住？村长，我来。你们都让开。老人家，你可别闪了腰。我老龙不发威，你当我是小毛蛇呀？嗯。啊。这是什么操作？我听我爷爷说过，这是村长的绝技抖陀螺，你惨喽！那也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陀螺的厉害吧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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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是作弊，二对一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！看招，一撞，哎呀，二挑，村长，年轻人花招不少。有点本事啊，三姨，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剑法。四阵，老头，结束吧，看我的最后一击。第五式，爆杀，克。到底谁技高一筹，利剑分晓。神龙摆尾，不好，什么？这！现在你能把话收回了吧？哎，村长，都是我年少轻狂，请您海涵。少侠既然知错，那就请便吧。村长，村长，你刚才好厉害！耶！村长，你刚才那招叫什么呀？能教我们吗？楚科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切！我跟村长说话呢，你一边去。你。楚科，你欺负女孩子，我跟你说得着吗？你别吵别吵，所有想学抖陀螺的人我都教。好嘞。跑，接，走，把握好节奏，把握好力道，用心听。
用心去感受陀螺的力量。村长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如果我能完成一个斗陀螺，可否请人为我铸造一枚陀螺呢？好个痴儿，那你就来试试吧，只要你能完成一个斗陀螺，我就让华阳他爹给你打造一枚陀螺。多谢村长，您可一定要说话算话。哇，他真的学会了！瘦侠，你真厉害！哼，我也马上就学会了。好，华阳，你带他回家，让你爹给他铸造一个陀螺。嗯，谢谢村长。爹，我回来了。带朋友来玩吗？爹，这位少侠只用一天就学会村长的斗陀螺，村长答应他，您给他打造一个陀螺。嗯，听华阳说，您是村子里最厉害的铸陀师。哪里哪里，那就麻烦大师了。嗯，小勇，你的陀螺已经打造好了。哇，真好！我终于得到天下最强的陀螺。